可以打回来那一下，回来那一下也打不了。我那天我特意试的，他打不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吃点饭，你们加油啊！今天中午什么菜？豆腐、豆芽、小白菜。蘑菇肉丸汤。你给我中风！完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一错了，一地方了！哎呀！一错地方了！哎呀！达尔迪学的盾，这鸡鸭我刚没吃好，好，我吃好了，嗯，茶眼儿，位置不错，戳一刀，中风。撤吧撤吧，啊，能打死吗？点燃了，漂亮，哎呀，漂亮漂亮啊！卡萨丁拿到人头，那就行了啊。我一上来扎一刀平 A， 一过来一扣耳链平 A， 我一走扎一刀打不着，一上来平 A 戳一刀一走封墙，一回来一回来接中风一走，我戳一刀平 A， 一上来一上来再戳平 A， 平 A平 A 接中风，这玩意儿怎么打人这么疼？哎，还好啊，有点花里胡哨了，说实话。中风。哇哦！戳一刀，走位，一扣呀，掏点盐，快！这波骗了个点盐，可以接受啊。
不完了吗？啊，还好，卡萨金应该死不了。你咋不直着走？坏了！W挡不了 E， 你怎么不信呢？别跟我犟，行不行？别老跟我犟。怎么就不信呢？那 W 挡 E 都几百年的事儿了，还不知道？没抠出来，为什么连齐亚娜的抠都挡不了呢？刚才我们的操作没啥任何问题，只是没打过，可能是装备差了点，正常五级不应该打不过的。你先给我中风，别追了啊。不过铁男确实有点难打，这英雄。哇哦！他还有盾。很难搞啊，我现在需要一个打野的帮助。回家了，先出个攻速海，被扛他了，有点难打呀。我们的血稍微有点少，我想想怎么能杀他啊。嗯，打征服者得有点盐，找他没大的时候我们有大。压着搁里头呢，给我杀来！一口耳裂一过来，走位戳一刀，平嘞，那中风给我起飞！一口耳裂，漂亮，卡萨丁。不跟你打了，回家了，我们出装备。那能行吗？不给他整个这玩意儿了，肯定是不行。不出那盾弓，出个屁盾弓！出盾弓就表示我们怂了，破除。
不追了，不追了。扣小兵啊，扣小兵，扣小兵，扣小兵啊！他剑圣怎么卡了呢？一上来戳一刀，我一口耳链平 A 走。他要 Q 闪我们，我可能会死啊！哎，拿下！我吃他两层塔皮，我们有点无敌。点什么信号？元素女皇是个屁！元素女皇，元素女皇好使吗？亮个小牌儿。好吧，元素女皇，哎，小狼了一手啊！但是我们吃了个160，还可以。铁男没R啊，给他们说一下，省得他们不知道。我差不多现在已经可以飞起来了，已经可以开秀了。我戳，已经可以有点小起飞了。有的人老让我挡那铁男技能，我给你挡一下，你看着啊，你看一眼，根本就不能挡，看着没？就知道他挡不了，非得要让我挡一手，我硬吃他妈他一个 E 技能。你往后，你往前都挡不住，往后怎么挡？你往前都没办法挡那玩意儿，往后怎么挡？就是他在我那行动轨迹上，他就没被挡掉，你没看见吗？这还能还得降一下子。行，你赢了，我不跟你犟。光明想让我们看。Enemy rampage. Executed.我来了，我打死他，漂亮！这个世界，什么叫把东西给挡了？如果铁男的 E 被我们挡了，啊，说是这个 E 可以被风墙挡了，那说明我风墙。这么放，
他的 E 只能在中，他的 E 只能在这个位置，他就不会再往回伸了。他被我挡掉了，他的技能被我挡没了。我那风墙放完，他技能还是回到他身边了，那个 E 技能还是有轨迹，那怎么可能能挡得掉呢？先来个扫描，确实得要动工了。我跟你们说了，能挡就能挡，无所谓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得去兑现了。尽量扫，在我盾攻之前，我扫个跟着铁男打一打，打不过他。一扣耳裂，平雷接大，戳 A， 中塔拔掉。这叫能挡，他的飞行道具被我挡没了，这就叫能挡。给我中风，哎呦，人有点多，1500，差200。OK， 回家了，咱也不狼了，从现在开始我要认真了，把这把拿下。无尽水银加春哥，给我杀！兄弟们，乌鸦已经无敌了，还不往上冲？还不冲？在等什么？不往上冲，给我杀！nice， 五换二，其实都不应该五换二，应该全死的。哎，我认真了呀，我怎么我认真有什么问题？我这波卖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哈，我这波上去卖的有问题吗？我们家五打四，我上去先死掉，让对面把技能全交了，然后我们家人全部收割，来了一波二换五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如果这波没打赢，你可以说我，哎呀，这波有点狼了。那行，我们家打赢了，这就叫豪迈。下路把他推了。你看这剑圣这一波，这就叫个送，这就叫送了，这是。德莱文没在，什么意思？对面要打大龙。
这块冻风啊，哎，我靠，我那一刀 A 出去了，哎呀天，那刀 A 出去没死，这边大龙怎么没打起来呢？我把他蛤蟆杀了，哎，漂亮，一换一可以接受，这就叫送，这不是送，这不一换一了吗？铁男不死了吗？一换二，这波也赚了，可以打大龙。本来刚才双杀的，这都 A 出来了，为什么闪现还是给我躲了呢？其实挺怪呀，不应该躲掉的。那到 A 出来，机器人都已经是必死了。漂亮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 ，nice， 小龙，该小龙了，哇，暗行者之爪。念咒，看能不能杀蛤蟆，先杀那谁，先杀铁男，点死他！哎呦天哪，这一个抠抠死俩，三换二还行吧，可以接受。三换三这波不亏，哼，三换三可以接受啊。我得下路带波线了。三级还行，重方一 Q 耳链，里边有机器人，快跑！打把溜，戳一刀。算了，撤！人有点多，蛤蟆白送了，可以。没事，他随便在这待着，无所谓。俺们家推中啊，你要在里边待着，你就一直待，我不动，我戳你一下，先把德莱文给我杀了。没事，我们还有盾弓。给我戳，我扎，给我中风，
看好了啊，这反向封墙了吧？这回还降了不？还降不？还降不降？中风。一。中风，这都没中风吗？没有人能管得了我拆基地。